变满了。从这个地方就要下刀了哈。这个是这一面，因为我刚刚不是这样比吗？哈，刚刚好，好，好。另外一面，我们可能就是也要像这样子。跟刚刚的意思一样，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从这边裁掉。可以重复吗？啊？重复了？不行，不可以重复。所以我们是从这边切断，我们是从这边切断，然后两边花粘在一起。这一节我们就不要了。假如你想要整朵花，不要蝴蝶也可以。有两个方案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这样哈。我得对好一点。做东西细心一点，是因为假如我的蝴蝶，比如说我刚刚是这样，你也可以做完再去裁它也没关系，裁另外一边，你这样过来，你等一下的蝴蝶也差不多要这样子，你不要去那个哈。我等一下先做完这一面再去对那一面会比较保险。那个有没有人没带碟子的？没有，我是用纸啊，没事。我知道，我要用 A。啊，你要用 A 胶 ，A 胶。这个胶除了粘这个纸，还可以做什么用？一般我们粘东西。它只能粘纸类的，因为它是叫纸胶。哦，只能粘纸类。开始，你先把它摊开，哈，看好哦。一样，像刚刚那样，像上回我教你们的那样子一样的意思。胶要上的够，不够它就是不粘，哈、帮我吹一下下，不要太久。